上擂台。啊，但你来相处呢，你敢无法度人证明讲伊真正像你就所讲的个性？敢无办法咯证明他拄遐呢乌白讲，敢毋是？无影无一只话嘛乌白讲。我讲的拢属实。哦。啊，恁查囝伫，你叫恁查囝出来问看麦。什么查某囝？伊是查某囝。有一个客查囝。啊，客查某囝，哦，你有一个客查某囝，叫什么名？恰恰。恰恰。恰恰。哦。我不姓彭，对，我可以叫论吧，对，叫恰恰吼。好，恰恰你们出来做钱啊？做钱干咩？讲伊恁咧讲的这熟悉就对了。来看伊外车，看伊外车吼。恰恰要来介绍看完外车，一起来欢迎恰恰来。哎，恰恰，哎，跳恰恰出来喽。阿杰，你有信号吗？你怕小，你怕。你这么是为什么人？你这么出来是要为张太为你妈干妈，还是要为？当然是为我干妈啊！哦，我要对我要为我干妈好不平。哇，你不简单嘞！你叫一个人出来骂你嘞！对啊，看不见。我妈开始在姐，我不要乱。那这王妈无品好不？给我看老实姐，你没有你没刚刚更小，我等下我不要听，我都刚刚更小。更小些。你刚刚演那，你刚刚演那，刚一个才一个更小时候才是对呀。他说他都说他有付钱，他说他刚开始他住了第一年的时候，他就说他付了10万块钱。可是我跟你讲，他10万块钱，他因为他会喝酒，又会酗酒，然后而且他外面他欠了很多赌债啊，都是我干妈帮他还的。嗯，还了不止一次哦，是好几次。真的，他跟我说摩托车拿去当也是你干妈帮他还的。对，当也他当了也至少有10次以上。是。然后他的他赌金的数目都很大，至少10几万、20几万，甚至有到100万。啊！哦，赌这么大。对。电动玩具能出这么多吗？这样子，我觉得那我干妈，她只是一个女人家，她付得起吗？她根本付不起啊。对啊。这样子，我觉得她这真的人真的很没。那怎么大家不帮忙把她搬进去好了？有，我们搬了好几次，我们根本就是用感觉。还叫警察来嘞。那他还能进来？可是我们都我进来，我们因为他我们还换锁，我还那个换那个哈换锁。对。然后我还撬门进来哦。他，你觉得这样对吗？他刚刚不是说我不让他进来吗？对。那我总是要出去吗？总不能关我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出去。他就不知道躲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要出去的时候，我这样出去，他就这样挤进来。那我怎么有他的力大？他把我刚刚其他房客都吓走了，他这样对吗？把他那间租给人家就好了。吓走，可不是我吓走，是你妈妈龟毛哦。不是，是你吓走。你每天晚上喝酒醉，你要跟讲喝酒醉，你酒醉闹事。你妈妈给我的压力。他喝酒醉的时候，你都有看赌博，是你妈妈给我的压力。哦，都有。因为我上去干妈家住，所以我知道。嗯，好，赌博喝酒都是因为这个。他还吵到邻居，他这样对吗？为什么你喝酒跟赌博跟他的压力有什么关系？他没有工作能力啊，他压力大啊。就跟那个女人来，你请说。你的压力来自于哪里？我跟他本来哈就是好朋友了。哦，一起生活14年，你想想看嘛。对，那他为什么给你压力呢？我跟他有感情嘛。你废话，你放屁，他至少是跟你有感情。我刚刚就跟你讲明说，他不结婚了，他有什么感情？哎，不结婚跟有没有感情两回事哎。他不谈感情啊。他不谈感情。对，我当时是看到他可怜，收容他，我。一开始我就讲，我根本就不要结婚了。我有跟他表明我不要结婚了，你不要误会。好，不要误会。对，你不要误会。我们长期的相处已经那么多年了，14年了，他一点点也没有回应。我看这个感情也不用再下去了啦，就这样撤。他本来就不喜欢你，还说什么撤什么撤？好了，他最好说话，我连钥匙都还你，我搬出来好不好？来，拿去。那这个行李我也帮你整理好了。这个等一下，这个行李是好，好拿回去。哇，行李还配你的裙子哎，真好哇！天哪，好，恰恰，来，你看到这种情形哦，当然这个是个抉择，等一下我们陪审团还会帮我们做一个抉择哦。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干妈说来？干妈不要难过，叫他走，我们赶他走，你自己以后好好自己活下来，我会陪你，我会好好上诉你。好，没有用的男人。好，我也受够了，你不用讲了。我们才受够，什么叫你妈出门呐？很不要脸呢！对我们亲戚都笑了。自以为是在装酷，没有品，有没有担当啊你？好，那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我们的陈万荣先生说？有没有什么话来？当一个男人，请要有男人的样子，要担当一点，不要那么没品，说话也要老实，还有不要去赌博，这是我劝你的话。还有，早点搬出我们家。谢谢你们要出来帮我们作证，来，请就坐一下来。来，王蜜，我们过来一点点吼。刚刚又给钥匙的，又丢东西的，完了以后，我们恰恰也说得很清楚了。好，这个时候其实
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再厘清的哦。如果你们觉得真的厘清完了以后要走要丢钥匙，最后再来决定的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让很多事情你还想要有一些事情想要跟他厘清的也要说一下。还有你有没有什么问题你要告诉我们，也要让我们这个情感的部分里面是不是最后让完全是四年来完全没有感觉呢？还是你自己做情感上的一种付出？所以这个都要去来理解一下。陈先生，你真的对他有追求的？我现在感觉他的个性相当的怪，我已经没有这个意愿跟他在一起。你之前有追求过他，他真的通通都没有回应过吗？从来没有回应过，从来没有回应，从来没有。而且你到底对他好在哪里？我从来就不想。你除了当人家房客，你除了当人家房客，你到底他一生病的时候，在家务病房都是我去照顾他，十四年的照顾。是，还有呢，照顾在病房。平常出门，他会要我带他去哪里去哪里，我好像他差遣的什么人，他把我当佣人用了。朋友，大家啊，笑用叫来，用叫去。那你在我这里吃饭、住房子，一切的开销都是我。我让你载一下，是下面的客费，我比这客人差更卡贵。可是家务病房照顾可能会比朋友多一点点嘛。哦，那个我很感动啦。啊，这个女人是怪胎啦，怪胎不接受男人的追求哈，还管东管西，管衣着，管你什么啊？你今天穿的衣服什么衣服，她都要管，连鞋子有没有擦都要管。啊，这么个怪胎，你干嘛喜欢她？以前不知道，现在十四年我受够了。刚刚提到的是生活上的一个问题了，还有说当然是我们陈先生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是我们张小姐拿出来说的。那接下来刚刚秦伟一直在希望谈到感情的事情，是他们这一环最重要的一环，因为到底有没有感情？如果没有感情的话，怎么可能延续成这样子？而且帮他又要帮他付款，两个年纪都蛮大的。对，感情这种东西哈，爱就较参戏啦，啊，世界上没有我。敢要的话，谁敢要他？哎，不能这样，你就参戏，不能去对面哦。不要，不要，不要，还有什么好讲的？我就是不要结婚了，你管我，你管我几岁？你不要管我。你的事，你是晚辈，你不要管，关你什么事啊你？你是晚辈，你不要管。我就是要管，因为是我妈，所以我要管。我有什么不对吗？我为我妈保不平，我心疼她，我不行吗？我看不下去了，你就是那么爱，你就是那不要脸。谁不要脸？我看他不要脸。你是你自己自作多情，一直要他接受你的爱，可是他就说不要，那不然想怎样？你坐好，你退什么退啊你？你在退什么？啊，不要动手！凭什么碰他？我坐过你了。你不对，说过我就不要跟人家不要在一起吧。不用讲了，今天到此为止。不是。不是，也没有这么生气，也没有好好讲嘛。对的，好好讲，不要到此为止，因为时间还没有播满。好，我们请那个陈先生，你来说一下，你到底这十四年当中，你爱我们张小姐到底爱多深？我付出了十四年的青春，我不甘心，不甘心。嗯，你真的很爱她。他嫌我没有钱，你希望她当你什么？情人，情人，甚至老婆。是曾经有这样想过，对不对？想过，嗯。所以你有这样想过，你就要心平气和，让我们大家来帮你解决嘛，不要说走就走，好不好？找工作，现在来不及了。你不要在那里胡说八道，谁要当你的老婆？他只是说他想，他现在你知不知道他很希望你当他老婆？你知不知道？张小姐，你自己知不知道？他嫌我没有钱，所以不要我。如果今天有中了乐透啊，我看他回来了。哦，你说话客气一点哈。就是这样。那你说，意思他我不缺钱呢？当然了。你看戏累，你看戏累嘞，我缺钱吗？我是看你人老了。那你为什么没有半年很可怜？你这么长一个时间，小姐钱再多也没用了。没用。这个跟你没有关系，我就是不要结婚啊！我怎么不要结婚？为什么不结婚？为什么不结婚？他根本就跟我完全个性不合，我怎么跟他在一起？这个时候，我们张小姐认定就是说暂时不想结婚，因为没有遇到好的。那陈先生这一边又认为说，其实四年的感情其实是有那么的一段情感在。谁能证明你跟他之间有这么容易？因为他一直不承认。那我现在敬您了，公公，咱请教盖有关系。张树土先生，他可以证明我们的确是情侣关系。好，有一位叫张树土先生可以证明他们两个的确是男女之间的关系，一起来欢迎张树土来。好妹啊，你才有够情报够硬啦！但你安尼为了你安尼含住十四年话，来来来，啊，托比啊，托比啊，你好来，你好你好，来你讲安怎，你讲安怎嘿？情报有够硬啦！是安怎讲？因两个斗阵。14年安尼，是，哦，安尼个生活硬拼命，啊，佫爱钱啦，上爱钱安尼啦。啊，你才知讲，因两个感情有敢那？啊，伊我的朋友啊，是，阮听斗阵啊，啊，伊会讲伊的代志我听啊。是，伊拢讲安怎？伊就讲我最用我爱钱爱要死的。啊，因两个感情是为多有多多位
因本来是该岁数啦，是啊，但是伊嘛真照顾伊，就安尼就对了。爱情，啊无食饭免钱哦，啊水电免钱哦，啊我已经厝拢家己用手家己去甲起起来，拢免钱啦。伊有讲伊有提钱给你啊，讲提起都袂得提出来。啊是啊，是赚偌济钱？伊是赚偌济？啊伊连领钱都提好你啊。可是提起他你的嘴刚去跋筊嘞，你提好我啊？啊，你是莫想硬啦。人家还没到底，还没问，这是讲恁两个是阿伯的呢。所以一点哦，你认为讲恁因两个是阿伯的对了。哦，恁在开讲的时阵，你认定因两个阿伯的。是啊，按照再出再入吧。啊，再出再入。啊，叫做什么工活，伊就做啊。跟他阿伯同款的对啦。这段感情当中里面哦，哎，你讲不听讲，伊讲我有牵手无，还是讲有小烂无安尼？无啦，伊如果若要上课，伊就该再去上课啦。哎，当然别做啥啦，你也来也加载啦。哎，叫伊莫现在问人，伊就该动了，还不就丢啦。我若别付啊，伊也加载。哎呀，你加载，你加载。好，好，安怎？不但安怎？你讲啥？再讲一摆，不但有牵手，够安怎？有讲有笑，有小烂。哎，是。你唔通乌白讲哦，你若搁乌白讲讲，你个嘴齿会落了了哦，吼、哦。啊，我甲你讲哦，你一世界去讲我是你的到底呢，我恁某，到底啥物？拜托，在一起的，卖到底啥物？伊就讲我做到底了呀，意思就是同居人啦，吼、哦。啊，小代志。啊，你别讲你最拽。爸爸，你不要动手动脚哦。是故意人啦。啊，伊是故意人啦，你阿托贝阿公伊是故意人。我是故意人，故意人。无，你就是故意人。我白你要休困者，休困者。哦，你有影辛苦辛苦。哦，了解了解吼。他拄仔你来行过，你互伊惊着，你是准备要做啥物动作？我本底是很亲密，很亲密。今仔煞变面，造成这款情形，我是感觉真。所以我这不不亲密是你家行为啦。我唔是你，所以你讲有你怪有牵手，你有小男。是。啊，个有过来。你后来我的名声名声咧。大家拢看，大家拢知。哎呦，你唔通安尼讲，我一世界安尼乌白讲啊。所以你讲，你介少搞闹嘞啦，拜托嘞。所以你介相，你介相处，你完全拢无情、无感情就对了，拢完全是为了讲看朋友的感情落去付出就对了。啊，人咧想法无同嘞，陈先生想法无同嘞。咱那边有机会啊，你。啊，那都好，我嘛无法度啊，因为我是一个老师，我照顾学生，我把他当作学生这样一样在照顾啊。所以这里证明伊还佫爱我吗？证明伊还佫爱你，你看出这话就对了。你你知道什么叫做爱吗？哦，什么叫做爱？爱爱是什么？你懂不懂啊？爱是什么？爱是什么？来共出来啊！张小姐，你也没有爱是什么？我也想听。老师，爱是什么？爱就是没有什么条件，愿意付出一切。好，你现在不就这样吗？我那个是同情嘞，有没有搞清楚啊？付出了一切啊，那个是对晚辈的一种，所以你说对人的一种吼关怀，不是爱，天哪，博爱的。你这个意思，爱是什么呢？爱就是付出而不想回收，那叫做爱，对不对？付出无想要回收，不过你也知男女之间的感情拢是互利的爱啊！你无对我好，我咩来对你好呢？所以人陈先生，我出于同情啦。哦，同情，你起码了解了同情。对啊，总是出于同情啦。他这个是，我证明给你看，因为我可以牵他的手。哎呦！臂想，这叫做臂想。哦，你以前你讲你不敢牵手，伊无问题了对，今日绝对无让你牵手啊。是啊，以前拢唔捌牵过手。强迫，我咪是安尼个好滴啊。敢无影？敢无影？好，到底属实是个多疑啊，拢是因两个这当事者在我都了解。一个讲我以前个牵过手，我个烂过，今嘛一个讲我死都唔捌相信。你要甲我牵，要甲我烂，拢是以前我无愿意了对啦。我的付出只有是朋友情。您这么两个行来行去，我会头狂吼。咱这个张小姐，因为伊刚刚伊是老师的，所以起码你讲话拢有足保留的对了。嗯，包括因两个十四年的感情到底是安怎，伊也不爱讲啊。哎，不爱讲，咱无多了解情形啦吼。不过吼，陈先生伊哩认定讲，因两个是真正有感情，而且阿托贝也出来证明讲吼。实际上吼，伊是暗时请不拉进来。啊，拜托嘞，你唔通安尼讲我们。干么呀？无呀，无食你讲讲，你就去闹西土。咱干么呀？真正请不拉，你还跟伊讲话，捌无？无。有啊无？有。一有，有一有，一无叫有甲无，有甲无，无甲无。伊忘记的啦。什么情形？伊忘记的啦。他在做。伊那无代无事，要请一不拉，你也去伊哩哩房间搞啥？伊干哩怎？搞啥？干哩啥？要死啦！做咩要死话啊？倒是冰棒的啦，冇见的款啦。无论你是编一个故事啊，是安怎，伊到底咩啊是安怎，伊甲你写了，你要讲安怎，你伊穿一个
你从这段你看到的你的情形，你跟我讲，伊穿一个内衣，阿姨的你的房间，对啊，你讲啥话？他在堂下靠靠讲话啊。哎呦，你若讲讲，你可是咧梦见的款。阿姨讲啊，伊讲跟你讲开讲啥？咧梦见的啦，伊咧梦见的啦。闲话家常啊，闲话家常。啊，你看人穿安尼的时阵，你知讲这是暗示啊？惯势啊，达刚安尼，唔是。哦，哎呦，金素香安尼。哎，有影无？嗯，有影安尼无？不要，你够北差，差没更小吧？一点点要回，我妈跟我说，我会不知道吗？如果这一段是真的话，这个老师就是说谎，从头到尾都说谎，因为我们不相信他。对，可是如果这一段是假的话，他有严重的妄想症。对，两个都有，其中有一个有问题，一定有一个人有很大的问题耶。所以说，你能证明说干妈根本不可能这样做？干妈跟我睡，怎么可能会穿衣服去找，穿内衣去找他？托比亚。有可能你捌听过这个事件无？讲伊穿伊布拉尼的时阵，你甲开讲，你甲捌听过无？伊这唔敢甲我讲，唔敢你讲。是啊，没人听过。好未？你坐，你坐，你坐。我你年纪坐，你若讲我这种，惊你站袂住吼。所以讲，你讲无，伊讲无，你讲有，还是都要开讲我对了。第一个甲问讲，你要不要吃炒饭？啊，你神经病啦！你说什么？就刚刚你问讲要不要吃炒饭？对呀、啊，如果去吃炒饭，那什么意义？炒饭有什么关系？对呀、啊，看他神经病了，你知道吗？问你要不要那个？对，你要不要吃炒饭？这个两个杂波跟你问讲，你要不要跟我炒饭？对呀、啊，我也没讲哦。哪一种？对啊，绿豆酱，一语双关吗？啊，你神经病啦！我都不知道。哎、欸，炒饭，我请问你，透明什么是炒饭？透明内衣是啊。啊，伊安尼搞方法连衣吼，嘿，我实在吼衰到要死个。我只好衰，我只好衰啊。可怜伊，当前伊，收留伊，搁好伊安尼来搞方法连衣哦，是不是啊？我刚刚讲了，请来三代开讲。哎，女人的清白很重要呢。你这样随便乱讲话的话，哈，你有一天的话，真的是哎。你要做倒塞头，你个头身。哎呦，我们快去！你要这么漂亮吗？好不好？没有嘴。哦，恰恰，你不能没你的事，你不要管，好不好？我看不下去了，他怎么这样跟我妈，跟我讲我妈这样子？这是我跟你妈的事，跟你没关系。我心不要脸不行吗？是自己没有品，不要脸，没有当当。骂够了没？还没啊，没有水准啊。你请坐。下贱。好。所以说，老师。所以今日你来控诉，你今日来委托，诶，重大意思是啥物？就希望讲，黄包照啦，不要再来污蔑我啦，不要再来毁坏我，在那里哦，白编啦，然后以讹传讹，弄得我根本就没有立场。你很清高，我现在告诉你，我为你14年没有性生活 ，OK？ 不要脸，你要当真吗？你真的要当老处女吗？这是我家的事，跟你什么关系呢？好啊。啊！大家切切，吼，做老处女。我早早都要跟你切啊！哦，好。关几下摆，警察嘛，跟你关几下摆出去。啊，所以讲，那个老师，你到今嘛拢唔捌交过男朋友，这无感情，这都唔，这十几年都唔捌就对了，十四年。我不是说我不要结婚了吗？不结婚并不代表没有性生活啊，不一定有男朋友。我拜托嘞，不要讲那么恶心好不好？怎么这样子呢？主持人被骂，凡哥，主持人被骂，凡哥，有足济代志，跟你讲，未使问，未使问，未使问，你就直接乌来问，我怪你有妈，红妈死后，嘿，无感情诶前提之下，那有可能做一样未见晓的代志吼，所以讲有当讲话让他拄好，我去，即马两个拢了解，恁两个情形哦，咱的陪审团呐完全了解啊，啊有够啥物话要讲无？啊！紧搬走，我紧快活啦！莫安尼去甲我讲，安尼嗯啊，我再污蔑我，我再下去我要告他了啦！我是老师。哎呦，不要！我的形象，小姐，我爱你，不要脸，不要告我，拜托。不要脸，我就惊你。你讲什么？你讲三个字什么？我爱你。表白。哇！表白啊！厉害！我现在知道为什么能住14年呢？所以讲，人咧讲我爱你，你完全都无感觉。况且讲我爱你，用爱我爱你，你也爱我，我也爱你。啊，我觉得好恶心，不要再讲下去了。不要讲，不要讲，不要讲啊！好，我爱你，你去死啦！我爱你吼，大家心里感觉拢无感。我给你来两个车车坐坐吼。好，三位最重要来帮我们拟一下我们的建议书，好不好？好，那这个时候其实啊，14年了，这细腻的感情呢，14年了。这个房东也好，是房客也好，是朋友也好，是亲情也好，哈，这个时候一定有很多的话要对对方说。来，想看麦，咱拢麦想讲麦，有好的，有感动的代志，来甲大家讲一下，好不好？啊，那个我让那个男方先讲好了，好不好？新主房啊，你甲我提起，有时甲我负债，我非常的感激你，这点是我
好烈的所在，并且十四年来对我的照顾，我真感谢。一家先困的，给你谢谢。伊给你鞠躬了，嘿。啊，张小姐有什么话对陈先生说呢？我上一次哦，住进家家护病房，我谢谢你照顾我。好了，没事，不用哭了，没事。好，家务病房，谢谢他照顾你。还有没有什么话要说？来，张小姐，来，勇敢的面对现实哈。有没有好的这个你来讲解，我给你来。够什么？还有我那个后面的那个车棚，台风来了，我吓得半死，你也帮我去把它搬进来。这些都是，还有点点滴滴很多。一时也说不完，我感谢你。我就说嘛，家里不能没有一个男人，为什么你要执着？他接得蛮好的，家里不能没有男人哦，这句话接得很好，不错。好，刚这一段来，建议书出来了，有什么好建议？来，如中。哎，我们三位评审给男女方各三点意见。嗯，男方需遵守以下的守则：第一，真的很重要哦。找一份正常的工作，好戒毒。第二，沟通的方式很多种啊，怒骂吼叫是其中最糟的，不要动不动就手来脚来。第三点，一个女人会喜欢男人，主要是因为对方温柔体贴以及认真上进，所以请学着上进。女方需遵守下面守则：钱不是万能的，请用心发掘比钱更重要的事物。第二点真的很重要，如果你是房东的话，请订立房屋租任契约，彻底执行。感情是感情，钱是钱，分开了就不会吵成今天这个样子。第三点，请仔细想想这十四年来对你的意义是什么，真的没有一丝情感吗？ OK， 好，这个是给两方面的建议书了哈。张小姐，张老师，来，我们请你，刚刚你这样子，虽然你哭得很伤心哦，刚我们这建议书你有没有听得很清楚？有哈啊，陈先生，建议书听清楚了，听清楚了哈。这个时候我们听清楚，再把它消化一下哈，让大家知道说这个建议书到底你们做得到做不到。这个时候如果做得到的话，我们希望你们还是可以和好，将来做一个很好的房客，完了做一个很好的房东。如果建议书当中的一些建议完全有几条或是一两条做不到，那没关系，就希望我们常小姐所说的，你看看，希望你搬走。完，你东西也准备好，想搬走就搬走，钥匙留着，人可以走人了哈。从此以后，大家各过各的，也没有情感可牵扯的哈。好，到底两位能不能做好朋友，能不能做一个好房客，就看最后的抉择。倒数十秒钟。好，两位请抉择。张完密会做出什么抉择呢？分手擂台。好，两位请抉择。阿蜜，你们走好不好？我以后绝对别搁再走去跋筊，还是饮酒，也别搁再惹你受气，我一定会改过，好不好？你永远拢最后一摆吼，你讲我给你跪了，你拜托，你卖走好不好？你永远拢最后一摆，你永远拢最后一摆，我唔知要做你的。你永远拢最后一摆，这个话我听。
77个490遍。拜谢咱老哦，拜谢咱这红包。你卖哥哥弟啦，好不好？卖哥哥弟，阿小的都啊，卖哥哥弟啦，放去了吗？你卖惯了吗？啊，你放去了。房客与房东的关系也算是一种奇妙的关系，不是一家人，却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看似一家人，却有着敏感微妙的距离。婉蜜与万荣是否能够看得清楚呢？大家互相来冷静一下下，看看今天播出了以后，是不是能够做一个更好的一个协调。然后这个也是问题，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录制的时候呈现出来，每个社会投射出来的一个角落里面的一个现象，就像社会的问题。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借着中心来提醒一下自己哦，遇到这种状况要如何解决很重要。缘分是人生最重要的一环，但是我们常常这个缘分没有来的时候，我们常讲或许这是个孽缘，然后这个缘分没有办法达到，没关系，或许下个缘分会更好哦。今天谢谢您收看我们分手擂台，也谢谢三位陪审团，谢谢，谢谢卢中，谢谢。